已经等到你，我个屁哦，伫咧公园散步。后来我就去买饮料，屁股就踮伫咧楼梯边啊等。结果过无几分钟后，我甲饮料买倒转来，我就看到雷锋一个屁股踮伫咧楼梯边啊冤家。迄个时阵，因两个人拢足受气，情绪嘛足激动。到底这个关键的时阵，屁股都自己搬落去楼梯啊！不是安尼，学长，你之前伫陪伊甲我讲，不是安尼。你讲你看到足清楚，你看到足清楚，是孙丽红甲我送你楼梯。你讲讲，你以为我马这事实，你良心不安三十年啊？你拄则不是安尼讲的啊？我确实良心不安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唔是对你，是对丽红。当当年伊个代志发生以后，你就一直讲白菜，一直咧诬赖丽红。我想讲，可能是伊当阵拄仔好恁爸妈打过身尔，所以你的情绪无稳定，我才无甲真相讲出来。卡边，你又搁受到刺激？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。我唔过，我真正收袂到，我真正收袂到。经过三十年以后，伫病院拄到我，你也是讲较无放弃，你甚至爱我，硬要诬赖雷锋，我真正足受气嘞。所以我若受够规气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对伊来酒驾，啊唔就好驾驶，头家骂英明，我才会当甲所有真相拢讲出来啊。不是。头家，头家，伊讲拢不是事实，是伊在讲白差，伊才是骗子，是伊欺骗你大家。我讲屁啊！讲屁啊！这人是你娶来讲，伊是你的证人哦。你怎么又讲伊骗啦？话拢是你在讲的。妈，你怎么总是当相信我清白？我真正是不过的，我什么代志拢无做过。就是是啊，阿弟都这样讲的，都是事实。是，三十年啊，我总算用个把真相讲出来，总算用个松一口气啊。妈，我总算是等到一天啊。这三十年来，我就感觉足委屈的。我一直想要忘记你当年予人误会的感受，一摆讲屁用，搁出现伫了我生活内底，我身躯边每一个人认为讲我是偌歹心的人。我一直咧吞忍，是因为我想要保护这个家。我知影讲屁用会做人，我感觉。是我家己一人受到伊的折磨，我嘛无愿意让伊伤害到恁任何一个人。你是委屈了吼，你辛苦。孙丽芳，你到底是老白讲啥？你只要听讲白话，你一定得到报应的。讲屁哟！你拄则不是讲人在做天在看？今麦就是人在做天话结果。学长，你想做外公老师话？你到底有想做外公老师话啊？啊，是孙丽红，啊，你做回来陪我心，啊？我问你，那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到底有什么好处？我好心好意还去做假，你想做白讲老实话，你想做白讲老实话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讲老实话讲出来，好不好？拜托。讲屁哦！看起来是学长学妹一张的分相，我可恨你，卖过你是要害别人啊啦！咱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，咱两个为着后生，这是我的应得啊！啊！
歹势啦，甲你交了着啊。啊，不过我讲出真相了，生活了感觉真快活。歹势，我阁有代志，我着先告辞哈。秀昌，真感谢你为地方做一切，你算行吼。江碧瑶，你搁在这创啥？紧走啦！丽芳啊，你唔是要去公司？你去无用啦，我来甲碧瑶讲。心情无滴，你嘛爱去替去公司看看的啊。好啦，那呢，你若有代志？你随靠我啊！我知啦，你要卡细里哦。代志都已经过去了，拢莫阁讲啊啦！我答应要帮你找红婿，还阁有算计。啊，你若愿意，你甲相片传给我，我就叫阮后生找人去甲你斗相共。要紧啦！啊，阮三个人哦，会当甲你斗三工斗精力的无？是啊，而且我足久无食到黄爸爸手艺，我足怀念的。那不是恁大家有散发出的底气啊，太过强大，我大家拢想来恁家食饭呢。你先食，我甲阮爸斗三工哦。来，好料来了哦！来。哇！对啊，这菜单内底无这菜呢。免紧张啦，这道中东香料烤鸡腿，还有蒜香奶油大白虾是隐藏菜单，干那恁才有诶哦。啊，爸爸，你真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帅最棒的梦幻公公，没有之一。你顶起人哦，一定是拯救银河系，叫我叫你坏大瓜，你家己听上，我拢不你的福气。爸一出手，跟我刚出手，满满的幸福感。黄爸爸，唔知你跟我其他的后生无？我就想要卡位报名做练习部。佩姐，我感觉后生已经无号码牌啊。迄几项菜哦，本钱哪会偌济啊？尤其是迄大白虾，是我吃透早的菜市啊排队，怎么敢那买到的呢？原本是要让咱玉生做小姐食的啦，啊，今麦好啊，你有维云做三桂啊，啊，这道菜是啥物事？啊，维云的朋友哦，安尼来一撮，大家食了欢喜较重要啦。哎，啊，恁大家啊，做恁食啦，放心，黄爸哦，会给恁一个啥意思？爸妈，啊，因拢是我的好朋友，啊。今仔日我家己出钱，我请因食饭，安尼就好啊。好啦。我送你来啊。飞云啊，今早我甲恁爸斗相共。我干嘛？
这两个炒饭尔，五分钟我就牵着伊骂死了啦。啊，维云才转来尔，还未吃饭呢。你自己吃饭啦，吼，免抱怨。无啊，即马吃饭时间，连我的送单也愈来愈多呢。咱即马干阿两个人尔，哪会无闲会过来？叫维云斗三工一下是安怎啦？阿杰，我是来把这个送单做好。唔免啦，来，坐落来。你就坐伫遮吼，陪你的朋友好好食饭。阿弟妈妈，教我咯。阿弟嘛较笑，生新芽吼，才会介意你。较笑，啊！我来炒饭啊。我来给你倒三羹。安息的草，终生一旦安心开干了。伫咧食饭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的甲阮讲，你甲方总监的进度啊？今嘛到积累了？什么积累啦？我对讲求无兴趣。你莫担心哦，阮关心的是进度。恁两个敢牵过手啊？哦，那恁两个敢？你是要让全世界知影哦，我够见笑诶！哇，你看，这么紧就相亲过啊！啊，照这种进度，连咪着，噔噔噔，陈小春，你敢愿意嫁给我做总监夫人？我会。哪呢？小金姐。惯习都学了，你 NG 蠢，我有阴影。夏，啊，我先啦。好，你大大讲，你讲恁讲是安怎？哎呀，我听无清楚啦。玉生是安怎？喂，哎呀，妈，啊，玉生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嘛唔知呀。玉生管好了。慧心就讲我无清无楚，啊，敢是玉生的工作室有人来找麻烦。维云啊，我外送单吼，规堆我拢还袂做，我甲恁爸夹袂开卡，你看因看一下状况。我先去吼。歹势哦，我爱先去工作室看我状况安怎，啊恁豆豆要食，钱我跟你家囡仔有我请哦吼。哎，维云，我产品做袂起啊，那无我袂放心。我嘛有代志，我要去要先来走啊。是我，大家稍等。嗯，看啦，啊！你下当笨做迄道菜，结果大家食无两嘴，虽然做伊做了了，啊，真正是够拍算。我看我规日甲打包啦，靠我转去荷兰玉生做小姐姐。这是啥？啊，这都白做啊！不是。这是留白，留白，这个室内设计有啥关系啊？当然嘛有关系啊，因为我设计的风格就是日式侘寂风美学，内底哦，佮有欧美简约线条，我你个厝大部分空间拢是留白，安尼你个厝就会当深呼吸。背后一大堆有俗不可耐的家具，不甲乱七八糟，精神错乱。拜托的厝是阮的钱嘛，是阮出的。你画这是啥设计图？这边减一块，这边又加一块，你根本就是平段设计。实在是讲袂出声。